尺的距离。乐园门口，大人带小朋友等着入场，地上最新贴出的标示写着请保持距离。要避免疫情扩散，乐园全面防疫，除了基本的量额温、消毒双手，人跟人之间也得保持一公尺的距离。疫情你有没有特别做什么样自我防护啊？怎么样？距离啊，然后有带那个给那个看，我带那个酒精啊，就是口罩啊、酒精啊，还有干洗那个。好，都带着了哈。游乐设施座椅喷洒酒精消毒。我们大概每坐20分钟消毒，每20分钟就得消毒一次。云林这家乐园祭出防疫措施，像是原先的蒙古特技秀移到户外摩天轮广场，我们也都会特别的定时做好我们的清洁工作。乐园业者私下表示，受疫情冲击，和过往相比，近两个月以来来客量大约少了30%。游客开心搭乘摩天轮，台中另一家乐园同样全面防疫，替游客把关。包括排队动线、地上贴地贴提醒，像海盗船等设施，游客搭乘中间必须间隔一排。另外，观赏剧场时得由工作人员代位做梅花座，保持距离。清明连假第一天，全台各家游乐园纷纷加强防疫，要确保游客的安全。记者廖文斌、韩志兴、王柏英、SN 小组台中云林采访报道。